这个广场的名字叫巴巴叶广场，共筑高氏家族梦，这里应该是姓高的。巴巴叶广场，你看看这个别墅，这户人家做的别墅非常漂亮啊，占地面积又大，而且他又霸占了村里面这个广场，你看非常好。哇，我们第一次看到梨子树，你看这个沙梨吧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沙梨吗？好多梨子啊，这里我们到一个村里面看到一棵梨树，我们在那个树上摘了四个梨子，一个人一个，我才打了一把小番茄。你什么时候打的小番茄？嗯，准备煮饭看看有什么。这个是什么？排骨。排骨